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嘎巴星这里的十元贩卖机，超级少女心的。在我们的妹妹，有钱的妹妹，要挑战，用完她的钱。刚已经出来一百块。刚才已经抽了很多钱了，现在又继续抽。她说她要买开心。有点轻，拿不到哎。OK， 快点，会开。我真的又是卡哎！哇 ，lucky shit！ 我觉得呢，全部卡，我真的要去 Facebook 那边哦，抽着来看那个 number， 很多哎！我已经，我的 bag 已经有三四张。你那一张，抽到 iPhone 哎，抽到什么？你手啊？一啊！该我抽了。好，是啊，请中，有东西。哎，哦，这个嘞，你又抽回这个。声音都很重的感觉，我感觉也是这样。我觉得是那个你那天抽到的，没有，你很关心。这也是很重，很重了。我哪还这么矮？是什么矮了？走啊，进去。对，棒棒糖。换粉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考德换我们的奖品。快抽到什么？第一个是一个的存钱筒，不满，全部满。一个玩具，我的玩具，餐具，餐具很贴心。passport 的 holder， 三个一箱，一个 stack， 两个，这是一个。来喽，咋靠近几个？这个就是很好笑，这没有用。也就是腮红可以粘上去，腮红啊，腮红啊，这个，自己有放白去了。You are the model。对啊，还是笔啊，也有。谁？好。哇哦，很美，很像，你很美耶。还有 money， 就这样，150块。谢谢我们的土豪妹妹 sponsor 的这一支影片，因为这些都是她的钱。有啦，有妈咪的钱，还有一点妈咪的钱。可是大多数都是这个土豪妹妹的钱。OK，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Like and share， 不喜欢你要 like and share。OK， 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